其其胜之道，论其正变化和作用。还战者，以正和以其胜，故上出其者，无群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中而乎始，日月是也；时而乎生，四时是也。生不过五生之变，不可胜天也；生不过五生之变，不可胜光也；位不过五位之变，不可胜常也。战事不过其正，其正之变，不可胜群也。其正相生，如环之无端，孰能群之？那么还战者，以正和以其胜，也就是说以正兵合战，以其兵制胜。和就交战，合战胜呢制胜取胜，故上出其者无群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。意思是其正变化有如宇宙万物之变化无穷，如江河水流滔滔不竭。中而乎始，日月是也；时而乎生，四时也。去而复来，如同春夏秋冬四季之更替。生不过五生之变，不可胜天也。中国古代人把公、商、尧、归、禹五个基本音节称五声五音，以区分声音的高低强弱。声不过五，五声之变，不可胜光也。中国古代以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五种颜色为正色。味不过五，五味之变，不可胜常也，指甜、酸、苦、辣、咸五种味道。那么战事不过其胜，指具体兵力部署与作战方式。那么其正之变，不可胜军也。其正相生，说的是其正之间相互依存，相互转化，变化无穷。如神皇之无端，意思其正变化转化就如同顺着圆环旋转似的，永无尽头。神顺着属人群之属水群群地之，指其正相生变化。用现在的话说，大抵一切战斗必须常做其正两项准备和变化，一面用正兵对敌，一面用骑兵取胜。所以善于出击的人，如同天地运行不息，江河强流不竭，没有呼出，没有群进，如同日月的运行，去了又来，循环往复，如同四季一样。声音不过五个音阶，可是五个音阶的合奏变化就听不进。颜色不过五个色素，可是五个色素错综变化就看不完。味道不过五种，可是五种味道烹调变化就尝不了。战事不过其正两项，可是其正两项的变化就不可穷究。其正两项相互转化，如同沿着黄河找不到头一样，谁能穷究它？那么关于其正的含义，我们一般理解有如下六个方面。第一，先发制人为正，后发制人为奇，因为强者总喜欢先下手。第二，正面强攻为正，侧翼迂回为奇，大家都注意到强攻却总看不到迂回。第三，进为正，动为奇，以静制动，掌握主动，以动制静，出奇而制胜。第四，一举者为正，临敌合变者为奇，师出有名为正，临敌合变是奇。第五，常规战法为正，特殊战法为奇。第一次用空等力是奇，使用多次就愚昧。第六，明为正，暗为奇，偷袭就奇，明斗是正。此外，灵活变化战术战术是一个将领主观能动最集中的体现，也是指挥艺术最关键环节。所以其正互要就是互灵活变化战术战术，敌变我变，出奇制胜。